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雅香，对不对？雅香自助火锅城，它是吃石头火锅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东西都是自己做，都是自己拿配料。那待会呢，就要先让他们来帮我们炒肉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哦，看它怎么弄。呼呼。好香啊！他炒完了，他没断。哇，我想看，我想说他只是放下去而已。他热一下。香料对，应该是够味道。当然要。白饭要吗？我应该不用。我要。老板要不要白饭？好，一碗。我要炒完之后把所有料丢进去，然后加高汤去滚。他应该加个高汤，有点大锅。不会啦，我们人那么多，300多个人。这样不就好了？好吗？可以吗？很好吃。是。再来一点。然后我们要照他们的完全比例哈，完整比例来弄。先来一个葱花半匙，葱花，但我还是葱花多一点好了。然后蒜米酌量，
酌量，然后醋，醋，醋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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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匙，酱油一匙，这个香味，香味很香。香味，然后就是它的那个什么炒虾的那个丸子，然后再用用看。差点把我脚架嘟到那个锅子里面去。很微。用刀叉。哇，看我们的料非常。应该有一点吧。是它不会的。对，它不掉。它不能掉。来了，快点，快。来了来了。刚好，刚上菜。为了你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任何牛。对啊。那今天刚刚讲什么？耶，有保姆来了，大家可以带小孩。你今天很忙哦，加班晚。老店嘛，支持他的肉。我觉得他筷子中间还有吗？沙茶，自己搞配就沙茶。它的完美比例没有沙茶，我照着它的完美比例调，调完之后我发现没有沙茶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加了沙茶。坐过去，这个排骨很好，排骨要久一点吧？久一点，真的吗？对，排骨应该是要再煮久一点，让它软烂一点。应该温度还不够，把它压下去啊，再把它压下去。先吃个饺子盖的蛋糕。啊？没啊，一个地板。因为每次经过都看到人都超多。对啊。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，第一次进来吃，这家已经开了很久了，听说就是。你要补什么？大家有听我坐电车的时候，司机大哥从二十几年前他就来吃了。介绍。为了名字啊？有没有介绍啊？这是你帮我加的蛋饺吗？各位坐垫一下哦，饭蛋不是吃生蚝对不对？没有。他约的，他都忘记。是吗？好吃，蛋饺很好吃。多约点，多吃牙签。他这蛋饺应该不是手工蛋饺。对啊，应该是一般的蛋饺。刚下去，刚下去，你们刚走进来的时候才下去的。对。在板地啊。很好，对啊。它有远大，有鸭没有鸭子鸭子，米雪糕没有。哇！有鱿鱼包，鱿鱼都很会吃，还不错，蛮脆的。不错，就是不枉费他就是屹立不摇的这么多年，可以来出来这边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来倒杯酒，那就今天跟大家讲到这边，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美食，对，好吧？最后面让大家再看一下锅子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哦
Thank you.